你跟大厨的差距也就差这一瓶调料。自律期的灵魂搭档就是这瓶大蒜盐，它里面不是普通的盐和鸡精，而是欧芹碎还有大蒜粉，撒在土豆上，味道就像法式蒜香面包，再难吃再难以下咽的水煮菜，有了它都会变得巨香巨好吃，用它炒菜、煎蛋、做汤、腌肉都可以，我称之为水煮菜的光盘神器，随便想怎么撒就怎么撒，配料表也很干净，就这样一瓶可以用上好几个月，再怎么难以下咽的水煮菜，有了它也都不怕了，两瓶更划算，还可以吃得更久。